是啊，我心情不错，担心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终于解决。哎，我说，以你的性格，你居然没问我担心的是什么呀？哦，聪明，哎，绣坊的事情解决了。才不是呢。秘密。好呀，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自己的事儿呢。你居然会法语啊？那这个意思是？不是，我的法语啊，就只是日常用语，这个歌词吧，就哎，我说你别走，又不是那个意思。下线也太快了吧？什么我年？我再不用度日如年，我再不用失眠到晨光出现，外面正在渐渐转暖。好了，又是发法国的了。啊，麻烦包装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。好嘞，放心吧。谢谢。哦，辛苦啦。嗯。喂，唐总，怎么了？现在过去。这是一个员工专属卡，有了它，你可以随意的进出明远大厦，而且还可以进入我的办公室。这整栋大楼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只有你可以详细出入。谢谢唐总栽培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，好好珍惜的。如果你让我看到你有什么偷懒的地方，小心我把卡收回来。是。加油工作吧。也请唐总加油，我的未来就掌握在您的手上了。见。唐总，我把墨镜纸给您带来了。这合同啊，我已经修改过了，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的，我会传达的。哎，对了，这有一张卡，你可以拿着。孟小姐，这卡呀是我们唐总专门为您定制的，然后为了您以后方便进出门员。既然是员工卡，给我干嘛？我不要。孟小姐，您还是留着吧。
有了这卡，这样以后您找我们唐总不也方便吗？我又不经常来。那您总不想每次都被关在大楼外面吧？也是啊，外面的蚊子还挺多的。那行吧，我收着。谢谢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经常过来的。等修房的事儿结束之后，我就把卡还给你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那要不要我送送你啊？哦，没关系，我认路，我自己能走。拜拜。不是这个莫小姐啊，这行政楼的路我有时候都找不到，她说她能找到。嗯。真是太机智了。